们好，我是演员徐凯，从小的仙剑粉，四个字，童年无憾。今朝跟扁洛环就哇，演起来其实很崩溃，我一会开心，一会流泪，再开心，再流泪，很难的在一部剧中能够一人分饰两角，情感表达反差比较大，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明星相与艾草相融合，一旦发功就会暂时的失去力气。看来还是小瞧你们了。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剧中饰演的越今朝和扁洛环这两个角色吧。先讲越今朝吧，因为越今朝他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对于他的人生未来一片迷茫，大家看到的比较古灵精怪啊，痞痞的都是他的一个保护色。他跟扁洛环相反，这其实是两个我认为比较极端的人，一头一尾。扁洛环他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其实挺悲惨的，就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所以他才会越来越不舍，每一次见到其都是一种重逢，就见一面少一面。这次好像对这两个角色的感受很不一样。是因为一开始觉得会比较新鲜好玩有趣，真正接触到这个剧本拍的时候其实是很头疼的，可能不尽完善吧，还是下了挺多功夫的。大家扁洛环这个角色也得到先见之父的点赞了，就还是被大家认可了。现在我跟我哥是从小的先见粉，我把那个截图当时我就直接发给我哥了，四个字，就是童年无憾。我哥说666，小时候就是他还没有拨号上网的时代，然后我们就开始买碟玩，然后玩那个仙剑98柔情版啊，然后仙二仙三仙四仙五啊。我跟你讲，你们如果跟我一起有这种经历，我们随时可以探讨，我仙好多剧情都记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珍贵的一个记忆。自己作为一个资深的这种仙剑粉去演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当时的一个心情是怎样的呢？首先压力是特别大，这个是肯定是实话，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童年的一个梦想，童年的一个情怀，无论再难再有挑战性，我都会全力以赴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你就是白雪对吗？请你一定要对后者好。什么叫暂时？如果他有什么事，我绝对不会放。之前其实千古里面也有过三世的这种演绎，这两个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其实千古他们是不同世的嘛，那演起来也就等于是不同的一个角色，但是今朝跟扁洛环就哇很痛苦，演起来其实很崩溃。比如说一天的通告前三场，你要越今朝跟齐打闹，越今朝跟齐抢鸡蛋，越今朝吃醋，然后改头戴面具，扁洛环，扁洛环受伤，扁洛环心疼，扁洛环怎么不开心 emo， 就很痛苦，一天的情绪高低高低，就等于我一会儿开心一会儿流泪，再开心再流泪，大部分有一段时间都这么过的。然后我要对空气演戏，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演完戏我再改头换回扁洛环，然后再对着越今朝这个空气的方向再演戏。那哪一场戏当时演得比较过瘾呢？今朝其实很轻松啊，前期都很轻松，打打闹闹啊，玩一玩啊，抢抢鸡蛋啊，我觉得扁洛环过瘾一点，我喜欢那一点的感觉，更真实一点。作为演员表演的角度会更挑战一些。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内核是比较偏扁洛环那种情绪的，就是你平常给大家印象会是跟稍微偏越今朝一点，但实际你觉得自己的内核是更扁洛环。对对对，会更扁洛环一些，更内一点。这剧中很多今朝捏个越祈脸的画面嘛，哪一场最深刻呢？印象捏太多次了，我记得了，每次捏得很大力，因为玩嘛，因为他也捏我，我说好，你这么用力是吧？行，别等我下一次捏你的戏啊。就是玩，我自己看的时候是真的，哇，就感觉真的是很相依为命的兄妹啊，两个人打闹啊，就两个人从醒来没有记忆，很真实，我觉得。那你自己的话会最喜欢越祈身上什么特点？我喜欢他的善良和单纯，因为越祈他就是没有记忆啊，他心智比较小孩啊，就童言无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可爱。那你们平常都怎么调侃的？他会说哇，你那个镜头很胖，两个人都爱吃，两个人也爱天天的去
情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嗯，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我感觉没那么深，就是可能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心思都放在比如说我刚演完今朝我要想贬落环的情绪，哎呀，我应该如果再给我次机会我就把这个吃醋啊两个人的情敌感更加深一点，发现放出来之后是真的会自己跟自己是情敌，然后我就觉得挺逗的。还有观众说的徐凯很生气的瞪着徐凯，对，这个也很好笑，但我们在拍的时候真的没想过。粉丝也在说徐凯专门在挑这种很分裂的角色，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比较想就是尝试各式各样的，很难的在一部剧中有幸能够尝试一人分饰两角，那么刚好这两个角色的情感表达反差比较大，那么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其实这部剧感觉是演得很过瘾的一次，既痛苦又过瘾。我感觉你现在应该也开始追剧了嘛，然后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玩的评论或者弹幕？有啊，说那个三哥是一母哥嘛，扁洛环出场的时候啊弹幕说扁大夫，然后他们说不，徐凯脸圆叫袁大夫，这个笑死了，真的。那最后再用越今朝和扁洛环的语气给大家安利一下齐今朝吧。好，越今朝，哎，这两个人怎么跟我很像，好像就是我，大家快来看一看。我在说什么？我就直接说安利吧，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齐今朝，然后多多支持越今朝跟扁罗环跟齐，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看得满意，然后新年快乐。上次直播里面还提到那个吸肥肉大法，大家现在疯狂在 Q 那个道理是什么？当时就是说过，就是26000的时候在那个表演嘛。其实我说过太多这种很傻的那种很傻很傻那种话，我真记不清我说了多少。就好多时候我就在那在现场。他们说你在干嘛，我说没事，因为我当时刚好听了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吸引力法则，对对对，所以那个吸肥肉大法学的时候那样可以减肥。嗯，那不很明显到现在失败了。前几天不是发了一个那个肌肉照，效果还是非常明显，就最近练的比较少，可能就会又掉了一些肌肉。我还记得上次我们那个雪莹领主的采访前，然后当时你在那个秀肌肉，我们全给你拍下来了。